吃，都很好吃。欢迎来到我们金多多的频道，还有一定频道。찔러야지찔러야돼그래서찔러야된다고어어떻게핸드폰눌러어핸드폰눌러손으로해야지손으로 진짜 아니지금들으면어떻게찔러라고찔러야돼还有你，我放一百分。大家早安，早上到了。今天其实我们要上节目，叫做《伊拉波罗猪一碗》。这次不只是我，一定也要上节目。要去吃早餐了，走吧，走吧。真的觉得我有没有瘦？加油！要下车了。没有用的韩国人，很怕冷，很怕冷，不怕冷吗？没有韩国人，他很怕冷，韩国不就更冷？我怕冷，我怕冷。开场已经开始了，跟米秀哥的广播。米秀哥在后面。地位也可以入境一下，在你们的那个。可以。哎，我可以入境吗？欢迎来到我们金多多的频道，还有一定的频道。耶！我在哪里呀？在阿里山。阿里山。我们是什么节目？阿里山，欢迎你们来到我的节目《伊拉部落住一晚》。到底要去哪里住一晚呢？我带你们去三美部落，还有茶山部落。耶！对，两个地方哦，是两天一夜哦，可以玩很好玩很好玩的地方哦。谢谢。哇，对对，有个韩文的马来说一百。哦，完美，完美，完美。我们刚刚到了。很有名的达那伊谷，达那伊谷自然生态公园。哇，今天天气完美。偷偷听到，等一下要做封底。我也不知道封底是什么，들어도모르네그럼对啊，不是。刚刚体验完工地了，也有很漂亮的声音。好，那接下来要去哪里？下一站，多多来到了位于阿里山乡三美村境内的达那伊谷。达那伊谷，它是直接从中，它是被调到达那伊谷溪，然后我们直接把音译过来叫达那伊谷。达那伊谷的达在周语里是忘记的意思，那伊则是忧愁与难过，所以达那伊谷对周族人来说是个忘记忧愁的地方，并在前乡长高正胜与族人们的共同努力下，将原本各氏族的渔猎场贡献出来，组成了溪流保育协会，以保护达那伊谷溪中珍贵的鱼类生态。猎场，猎场就是渔猎场，捕猎渔猎的地方。抓鱼的地方，抓鱼的地方，抓鱼，然后抓动物的地方。我们原住民啊，就是羚羊的摄取，就是从动物跟鱼
鱼类，就是有蛋白质，所以在山区呢不容易去海洋啊，我们不靠海的，所以从山上的那个猎物啊，或者是鱼类来供这个身体上的蛋白质，动物性蛋白质。现在要去看过鱼，我过鱼是什么？我有看到一大的鱼在那边，它是不是因为我可以围它，看到了就过来？不是，哇，真的吗？熊哥，它是野生的溪鱼耶，对，不是养的，是大自然的，真的，哇，好多、哦。有没有很开心？很开心啊！在韩国有这种野溪的鱼吗？那么有那么多，你有曾经看过吗？有，可是我觉得比台湾。你没有去找，对不对？从来没去找过，对。你应该比较少去韩国的山上啊，郊区。山上啊，这样过去看。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去。韩国的人住吗？没有，没有，他们就一个族裔，就是大韩民国。你要去哪里？吃野餐。野餐？野餐是也算是吧。哇，在这样的小小道路，这算道路吗？哦，这很原始。还可以吗？跟着大哥在后面。哎呦！要小心。滴滴不行，太高了。撞到管子。对。他不知道后面的状况，为了要拍我们，小心小心，后面还有水管哦， okay. 小心你是不是碰不到，过了这个步道，有没有听到那个溪的声音越来越大声？真的，又是一个漂亮的地方喽，那是我们来野餐的地方，水上餐厅。我们现在跟明雄哥一起在水上面，这个是水上餐厅呢，真的超棒的，拿来一股的，哇，浪漫，这个脚泡在水里，然后呢就坐在这个漂流木上，待会要享用我们这个周族的美食。这个跟你们说，这个杯子是送给你们。啊、真的吗？对，哦，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杯子送给我们带回去的，都是动画纸里面。你知道你的嘴巴都吃到，到处都是吗？另外一边。怎么办？我化妆师会不会不喜欢吗？化妆师一定很讨厌你。我们刚刚有一下，做米酒的过程，虽然没有那个什么说刺。酵母，我们可以喝到米酒，那每个部落的米酒味道都不一样。我这边交上韩国的个人，今天的新桥洞结束了，我们要回去休息啦，拜拜。大家早啊！哦，昨天睡得好舒服哦，这里的环境非常好，空气又好，所以好像因为这样的关系睡得很好。现在要拍第二天的开场，所以我在等待他们开始。嗯，认真的导演已经在等了。餐娘喝那个，就是餐娘喝那个。餐娘是什么？餐娘，抓动物的。那个叫什么开枪啊？猎人吗？猎人，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工具。那每个人长相都不一样的是，都是竹子。竹子，不知道怎么用，也没有什么洞。现在好像说要做鸟笛，要用月桃叶做吧？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可以学鸟叫声吗？它有特别会叫什么鸟吗？导演在讲。绿色的。绿色
绿秀岩啊，讨厌。如果绿秀岩叫的很急促，就告诉我们猎人说要小心。他说我猎人就是特别格外小心，或者显得不舒服。所以那小心是会有大概是什么事情？不祥的预兆。对。所以没有特别指什么事。没有。就是不安全的，对，不安全。绿秀岩叫占卜鸟，你不用讲科学了啦，就是。科学就是那以前就是泰雅族也有，对，就是老人就是经验他们的一个传承，有根据的。对啊，智慧所保存下来。这个是口吻，大概就这样。一种鸟，然后猎人会靠那一种鸟啊来判断今天可不可以上山。那你吹吹看。哇！我又吃到了。来，扬声是问你的。那你还说我脸大？吵架！吵架！好了，手都掉了。我的已经丢掉了。我的吹不出来啊。为什么？不知道哦，技术比较不好。要给他一些口水啊，这样才不会干掉。是这样吗？开玩笑。不多说，很重，所以交给你。好吧。工具人的日常。天马路，天南木，竹子森林。对啊。哈你们从这边 stand by。好。在这边 stand by。banana 森林。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 banana 森林。那个是芭蕉。芭蕉。漂亮哦，没看过这么多芭蕉的哦。对，有芭蕉跟美人蕉，这么特别漂亮。长出来了，那是美人蕉。美人蕉，对，它都不一样。对，不一样。这是芒果吗？来一个，不是，那是木瓜。芒果。它是百香果，但是它有荔枝。哇，你从哪里捡到百香果？地上，地上吗？好，你先吃吃看，看看有没有毒。像百香果的味道，是百香果的味道。是百香果味道，但它吃起来哦，很酸。哦，怎么样？哦，你现在讲话，台大没有。就叫你不要在地上随便捡东西来吃吗？结束了，这两天都大家真的很辛苦，做出一个节目，这么多人要参与，然后编辑，这真的不简单呢。对啊，在拍摄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很感谢伊拉波罗朱伊玛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然后下次会有合作的机会。希望下次再来参加。对，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OK。芭蕉。